谁？是我啊，燕子。你进来。怎么了，燕子？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热闹了？我吃饱了，那边太吵了，我就回来了。燕子。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跟哥讲讲。没有，没有。你有没有心事，我还看不出来吗？燕子，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？关鹏啊，他就是那副死德性啊。死德性。 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对他还有怎么生的成见啊？对，我就是烦他，恨得要死，想想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那除了气，有没有别的东西啊？还能有什么呀？就是烦他，讨厌。好吧，喝完了。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，是关鹏母亲留下的，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。紫云姐，还没睡呢。嗯，睡不着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我也睡不着，想找你聊聊天。聊什么？之前我就提醒过你，沈队长对关大哥有意思，你还不听。 现在你看出来了吧？他俩这次回来都已经手牵手了。紫云姐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把手镯给关大哥。你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，沈队长还能怎么着啊？小兰，我只要关大哥幸福就好了，其他的我都不奢望。感情的事不能让，你这样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 好困啊，时间不早了，小兰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紫云姐，别说了，小兰，快回去睡吧，我也困了，去吧。那我走了。
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。好。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。嗯，你说。你愿意做我妹妹吗？大伙儿静一静，哎，大伙儿静一静。少说，最近呢，咱们救国军发展的非常快，这新兵啊又非常多，这训练呢，就是个事儿。关于训练的事儿啊，胡子，交给你行不行啊？没问题啊，训练的事儿交给我。那老刘说，这枪怎么办呢？没枪怎么训练呢？枪你放心，听着，沈连长答应给咱们十支步枪，200发子弹。怎么样啊？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下午啊，我派人把枪和子弹取回来，咱们真刀真枪的练。都记着，没人呢，发3发子弹。好，还有，这个射击的姿势得拿准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对，放心吧，队长。我说完了，你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？哎，队长。老刘说跟你说话呢，队长。啊，您看有什么补充？我没有补充啊，就按老刘叔说的办，训练去吧。啊，去吧。啊，好。啊，大伙儿解散。好，走了，行了，走。沈队长，刚才开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服装的事儿我和老刘叔都商量好了，下午就出发去王家镇买拉布料。要使劲，好好训练。大哥，你去哪儿？这救国军的东西，什么时候去取啊？沈队长，你是咋了？昨晚没睡好，还是有心事啊？沈队长，沈队长，沈队长，老刘叔，关排长，这么巧啊？沈队长，上一次一块缴获的那些武器还有罐头，
现在我们都分好了，就放在仓库里面。是啊，你看什么时候，要不然下午吧，让老刘叔他们去拿一下。啊，这事儿交给娟子了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哎，沈队长，走了。沈队长，我还有那个训啊，谢谢啊。走好走好，刘叔走好啊。哎，沈队长，等等我啊。走了，大哥，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。啊，走啊，大哥。老刘叔，你说咱们沈队长是怎么了？女孩家大了，有心事了。心事？什么心事啊？你整天和他在一起，就没看出来？他能有什么心事啊？好好想想。他喜欢上关鹏了，你说呢？啊，紫云姐，娟子，老刘叔，来吃苹果，哎，拿着，谢谢啊，老刘叔，给你一个。这孩子，那我先走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来，都给你们吃吧，啊。沈燕杰，紫云，你吓死我了！沈燕杰，你干嘛呢？躺这儿，坐坐坐。这是前两天小兰下山的时候拿回来的水果，来，你尝尝。谢谢紫云，坐。这还挺美的。嗯，我经常到这儿来。沈燕姐，怎么啦？躺这儿，有心事啊？哪有心事？得了吧，我都看出来了，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有心事，快告诉我啊！哎呀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就别瞒着我了，沈燕姐。嗯，有一句话，我一直想问你。说，你喜欢关大哥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？你就告诉我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？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我特别讨厌他，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他。还嘴硬呢？其实喜欢关大哥这样的人也挺正常的呀，没什么奇怪的呀，是不是？臭丫头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好了好了，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，小心变坏在肚子里哦。是不是嘛？快说吧。紫云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吧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这两天总是能想起跟他单独在一起的事情，不知道。反正挺奇怪的，我也搞不懂。沈燕姐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爱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这种感觉就是爱。其实像关大哥这样的人，喜欢上他，真的是挺正常的。沈燕姐，你别看关大哥平时打鬼子，一点都不含糊，
但他对感情这事还真是挺含糊的。你听我一句，如果你真的喜欢关大哥，你就主动点去告诉他，这样他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意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你告诉他，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。如果你一直闷在心里不说，关大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。哎呀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。你去找他呀，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。嗯，好吧，我信你，我试试。石燕姐，加油，勇敢点。好。那你好好想想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走啦。沈燕姐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！希望你别辜负我的一片苦心，希望你能跟关大哥幸福。哎，沈燕姐，不告诉，沈燕姐，不告诉。子明刚才找你干嘛呀？嗯，没干嘛，他送水果。哎，小杨、小张，你们把这个给大家发一发。好，谢谢队长。给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娟子？啊，要是你喜欢一个人，你会怎么办？啊？这我这还没想过呢。会主动吗？我，十二姐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？哦，你是说关大哥对吧？啊，什么关大哥？沈燕姐，你就别装了，你喜欢关大哥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那你是想跟他说明白吗？嗯，紫云是这么劝我的。好主意，这事儿啊就应该早点说，要不然这关大哥整天忙着打仗。等他想到娶媳妇儿那天，你早都成老婆婆了。谁成老婆婆了？我怎么成老婆婆了？我成老婆……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。那该怎么办啊？什么该怎么办？赶紧找他去啊！啊！节日不如撞日，我看就今天，咱们马上就走啊！走！哎哎，不，我不是，哎，我哎呀，娟子走了。我头发乱不乱？我头发可以吗？我这样行吗？行，我去吧。啊，我进去了。进去。我进去。哎，嗯，哎呦，沈队长，沈队长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出来一下。我这儿正开会呢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废话怎么那么多呀？你跟我出来。这，你们继续开会啊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啊啊！哎，什么情况？这啥情况？不是啊，沈队长，沈队长，哎，哎，你别跑啊！哎，哎哎哎。沈队长，你跑得还真够快的啊！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嗯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什么事儿还不能够在屋里说，非要到这儿来说。
我有件事早就想跟你单独说说了，就是。什么事儿？哎呦，你别吞吞吐吐的，平常不是挺利索的吗？今天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你别打岔，你打岔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。我爸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嗯。你真的知道了？你说让我赔你三条枪的事儿是吧？哎呀，过几天就赔给你，这个你放心啊。我说的不是这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？我。哎呀，行，别我，你这样吧。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告诉我，好吧？我还忙着呢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关鹏，站住！你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回来！啊！怎么这么笨呢？你们别胡说啊！要说招女人喜欢，我们关鹏关排长。好，那才叫招女人喜欢呢。那是，咱们现在根据地这帮女的啊，那跟以前那是大不一样了。哎，怎么不一样啊？哎，咋说？现在啊，咱们这帮女的啊，成天围着关排长转呢。哎，谁说不是？今天送这个，明天送那个。哎呦，那叫一个热情！哎呀，这热情的，俺也见过。你也见过吧？俺咋没这桃花运呢？你算什么呀？人家关排长，那是英雄。美人爱英雄，自古以来的吗？是啊，人家关排长他喜欢的女孩啊，得是那种有素质、有素质、有文化、有文化，要像也得像咱们沈队长那样。哎，沈队长，那是的，是我看不见得，沈队长就跟爷们儿一样，说话那么大声，关排长一定不喜欢的。你说的也对。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，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、轻声细语，对，难以言喻呀。是啊，说的太对了，你呀还真懂。对啊，喜欢吗？弟兄们，沈队长，沈队长，队长，不训练吗？不忙啊？屁养了吧你们！快去！你说我这训练累了歇会儿，你们过来干啥玩意儿？过来，啊，来，刚好的事儿啊。沈队长，你叫我。你刚才说什么了？哎，我没说什么呀。你说关鹏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啊，沈队长，关排长喜欢啥女人，我上哪知道去？你不知道啊？哎，不知道你瞎咧咧什么？啊？吃饱了撑的吧？没事干吗？滚蛋！出来！出来！看啥玩意儿？看！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，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、轻声细语，总之是难以言喻呀。给我，老刘哥，帮着我，帮着我，衣服。哎呀，你别弄这火了，沈燕姐，你挑件旗袍来试试啊。不是，你看看，你身上都弄脏了，炖着鸡汤，让我看看。干什么呀？别弄鸡汤了，哪件好看？这衣服怎么样？看吗？试试吧，我试试。这样，不用不用，你试试。这件怎么样啊？哎，好不好看嘛？还有这件，来。我哎呀，不要不用穿，给我看看嘛，肯定好看。你们两个，哎，快帮忙！这好看吗？沈姐，哎，多好看呀，这个！沈姐，给你准备了急救箱，你看看还缺什么吗？行，谢谢啊，子云，给，拿进去吧。沈燕姐，把梳妆的都搬出来了。不是我，是他们。哎，你看看，子云姐，多好看！你来的正好，你是大城市的人，见过世面，你帮我看看哪件好看啊？你看这好看吗？谁穿啊？当然沈燕姐穿了。我不穿。好，我来看看。啊，这个好看吧？啊，我看看。嗯，这个不好看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看看这个。哎，我就说那个好看嘛。
这个好看，我看看。这个好看吗？沈燕姐，这个好，你就穿这个。行，那我听紫云的，我就要这件。沈燕姐啊，加油啊！哎，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我炉子上还炖着鸡汤呢，我就不送你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换上吧，不用送我了，我走了啊。好吧，再见，小心点啊。好。沈燕姐，这个太素了吧？这个艳的好看，穿这一件吗？穿这个吧。哎，你看这个穿的跟唱戏的一样，多好看啊！唱戏的啊？哎，你就听我的，没错。哎呀，走，换上去啊！你别扔了呀，那换上紫云帮我挑。哎呀，那件不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多划算啊！队长换上这衣服肯定好看。沈燕姐，就是。沈燕姐。你赶紧出来呀！怎么还没打扮完呢？出来吧。这么好看，娟子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你们说好不好看啊？哎，娟子，娟子，这谁呀？看我头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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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发行吗？头发也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，这个。小三儿，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，太漂亮了。看了吧。真好看，真的真好看啊！关大哥要是看见了，肯定迷上你。走，队长，这个艳的啊！这衣服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行吧。哎，队长，穿这么漂亮干啥去？送鸡汤，送鸡汤，送鸡汤啊！哎，来来，给我来碗呗，给我们来碗，没你的份儿，没你什么事儿。如果他们从这儿堵截的话，我会派一支部队从后面包抄。关排长，都忙一点，我们几个来看你们了。然后，关排长，这也不对，哪儿抢了？让我再想想啊。我亲自熬的鸡汤给你喝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尝尝，好喝吗？慢点，就是，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朵花似的？哎，给我，哎，这鸡汤真好喝啊！就是，对，好喝死。哎，排长，排长，哎，没事吧，排长？算了算了，排长喝鸡汤去，排长喝鸡汤去。太烫了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好喝。我说我们又不是在江州，这是在猪圈。你穿成这样去参加舞会啊？哎呀，大哥，你慢点，这大老远从猪圈那边过来，你叫我来这么扎眼？去，我跟你说，你是真不适合穿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穿这衣服怎么了？哎，我穿这衣服怎么了？真土。不是不好看，你看，是你就穿个男装是最好的，挎个盒子枪，穿个靴子多好看呐！你说你穿这个，哎呦，娟子，哎呦，拿上鸡汤，我们走。这肚子啊，笑的我，哎呀，这肚子酸。少说你个破嘴，拿。哎，走开！这多好，鸡汤多浪费啊！哎，不是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沈队长，你这多浪费！你看，心疼心肝肺。你看，哎呀，你换件衣服不就完了吗？去去，浪费呀！哎，沈队长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好，那散会吧。好，有了，我有主意了。上次特别保障牌的任务不是完成的很好吗？那这次这么特别的任务，我看交给保障牌吧。啊，司令员，你看，现在关鹏和沈汉杰的关系多好，最近他们联合打了几个胜仗啊。看来这小子的心结解开了，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扎根。小鬼子在鄂湖口附近的刘家镇修了一个炮楼，切断了咱们和军分区的联系，得把他搞掉才行。关鹏，你给我滚过来！叶总，沈队长怎么又过来了？队长这是又怎么了？哎，沈队长，你这身衣服啊，比先前那身好看多了。大家伙说，对不对啊？你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你这身衣服比先前那身好看太多了。是沈队长，你说这我们关排长也没得罪你，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？
沈队长来这发脾气，你也得分对谁。滚！滚一边去！燕子，怎么说？你再说一遍，关鹏。好话不说二遍。行。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！我别走，别走，别闹了，别打，别打，别真动手！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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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胡闹了！别跑！你干什么你？燕子，哥，你别拦我，我今天一定要揍他一顿！哎，沈队长，谁说要揍关鹏啊？啊？司令员，司令员，啊？司令员，司令员，司令员，司令员。你可算是来了，你赶紧给我们评评理啊！你说这沈队长他无缘无故非要揍我们关排长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沈队长，沈队长，有这回事儿？司令员啊，关鹏他欺负我，没有，真的？关鹏，到！你小子怎么又欺负沈队长了？司令员，我纯粹是被冤枉的，我哪有胆子欺负他呀？我。他平常不欺负我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大家伙说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对，是啊，就是。闭嘴！哎，沈队长，你看，大伙儿这都……行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跟关鹏穿的都是一条裤子。叶总，娟子，我们走。沈队长，你不再留一会儿了？这燕子的性格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啊！真是，没事。哎呀，生气了，傻小子，嗯，往后啊，有你好日子受的。司令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自己想。八蛋，混蛋！看不上我就算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寒碜我，我走了，我不跟他玩了。沈燕姐，你消消气。就算关鹏有不对的地方，可他也是您这一辈子第一个看上的男人了，难道就放弃了吗？啊！我跟他犯得上吗？我哎，别生气了，你别管我。娟子，集合队伍去七里庄。啊？七里庄？为什么呀？啊？什么啊？去七里庄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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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燕姐，燕子，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燕子，你干什么？哥，关鹏是混蛋，他不知好歹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叶子，别哭了啊！你没经历过感情，这很正常。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，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要走吧？我就是要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他了。你们两个真是欢喜冤家，针尖对麦芒，谁也不让谁。你要是想到七里庄，先冷静冷静啊。那行，我舍不得你。没事儿，哥。小心，队长。报告队长，怎么样？集合完毕。好，出发。加油，转！出！沈燕姐，来呀！等一下，沈燕姐。紫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听说你要走，就赶紧过来了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没什么，还不是因为那个关鹏吗？那个臭小子，不识好歹。我就知道你仍然关心他。算了，不说他了。我们走了以后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这个送给你，拿好。
给我。嗯。还有关鹏那个臭小子，他容易脑子热做傻事，你帮我多说说他，让他把命留好，我回来收拾他。沈燕姐，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出发。出发。走了。走。好好练，谁都不许放下，要稳，气息要匀，目视前方，看前面。是。都端稳了，要想打得准，端枪一定要稳。谁让你放下的？目视前方。端稳了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稳了。排长，我有些话想，有话就说。我就觉得吧，你看沈队长那样，他是诚心的想对你好。那天送鸡汤的时候，你对沈队长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过分？哎，你看啊，那天他专门给你熬鸡汤，又穿上旗袍给你看，没想到你却对人家……我说，哎，你可别开玩笑了。沈队长看到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就差一枪崩了我了，还有闲工夫对我好。我怎么听人说啊，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说不清。我奶奶啊跟我说过，这有时候啊，这恨呢，它也是一种爱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沈队长啊，十有八九他是看上你了。看上我？怎么可能？哼，怎么不可能？哎，你想想看，当时咱们在江州沙野村的时候，沈队长拼了命的去救你，还负了伤呢。还有啊，那天庆功宴上，啊，你们跳舞啊，跳舞的时候，哎，人家要不喜欢你，能跟你跳那种舞吗？对不对？而且当时一起哄，那脸红的跟茄子似的，对吧？还羞得都跑了。还有，鸡汤，哎，你想想，鸡汤，那是沈队长亲自给你炖的，而且都喂到你嘴边了，你说这能不是喜欢吗？哎呀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旁观者清，对吧？我觉得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。这个我先走了啊，多想想。让开！哎，让开！让开！走！哎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听我说，我走！走！你们听我说，老实点，走！你们抓我干什么？误会了，我不是汉奸。汉奸！打他！打他！就是被你害死的。臭汉奸！我不要杀我！你们饶了我！我再也不敢了。你问问大家都同意吗？不同意！不同意！不同意！我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，当汉奸是什么下场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！队长，好，队长，怎么样？可真多呀！就是太好了。镜子，把这些罐头都炖到白菜里。哎，来了，都拿上。这么多啊，吃不了啊！来来来，给我。来来，走走，吃不了怕什么呀？都倒进去，真香啊！放这儿吧。嗯，都往里倒。真多呀！就是。啊，全倒了呀，沈队长。吃不完给特保牌他们送过去。什么是特保牌？多嘴，干你们活去。没事儿，反正大家都馋了嘛，给大家多吃点儿。